哎 ，4S 店的那个菜还啊，不是菜啊 ，4S 店的那个车，哎呀，我勒个天哪，说啥都能说到吃的。4S 店的那个车还没好，它对面就是巨叔的客栈，所以我们就走过来到巨叔的客栈这儿来坐会儿，休息一下。好久没看到他了啊，来看看他。然后他旁边就是这个，也是一个大寺庙，也是一个大寺庙。我们到巨叔的客栈了啊！想当年我第一次到清迈，我就是这个地方，我的车就停在这里。我是从杭州开车来的嘛，一辆别克，我开到这个地方停着，然后就在这个门口，然后巨叔出来，哎，来迎接我的。这是我到清迈见的第一个中国人，就是这个柚木的房子，上面全是清迈 summer。明明门开着，就得敲一下。Hello， 终于又活着见着你了。哎，进去吧，坐吧。牛牛在家里呢。在家。牛牛在家里呢。你这儿的鱼呢？那么多大鱼呢？大鱼都死光了。啊？生气了，直接蹦出来了。是吗？啊。为啥呀？天太热。你抢他们吃的吧？没有，他自己生气，他自己蹦出来。自己生气。嫌我这儿太乱。他要出来变鲤鱼姑娘，然后帮你来打扫一下，是吧？那是。坐哪儿？坐这儿。坐这儿吧。坐这儿行啊。有风扇，你要坐不下的话，我坐得下。坐得下，我哪儿坐不下？坐的话，坐那儿，把那个摊开坐。我不坐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睡吗？不睡啊。谁睡啊？谁也不睡啊。就是想起来了，想在这外面支起来了是吧？啊。蚊子咬。别让蚊子咬。再找个凳子过来吧。好啊，再去拿个凳子呗。那我坐哪？坐这个地板上也可以。哎呀。魏尊，来坐这个，这玩意儿总掉，啥玩意儿总掉？这磁铁不行，这磁铁不行吗？不行，我觉得还行。你这啥呀？你这喝的啥呀？我靠，叶子啊！矿泉水。妈，叶子！哎，现在泰国好像这个叶子可以了啊。就是马克肉卖的，马克肉在卖，大超市在卖的是吧？就是大超市。我勒个去！这种叶子就说明没啥问题。哎，没啥问题，对。就是让你。觉得一点都不好喝，像喝肥皂水。哦，对，一点都不好喝，就你喝喝，就是一个肥皂水味儿，不好喝。哎，你那个山上的营地都关了？都关了。那你那些帐篷你搬下来了？搬下来了，在这儿呢。搬了半天吧。就是自己。有点苦味儿，我感觉。有点苦味儿啊。都不想喝了。反正就放着吧，开了我肯定得喝掉，开了肯定得喝掉。他是几号关的呀？30号关的。啊，三十号。然后29号呢？29号我就下来了，因为那个29号这边有些事情，有些客人入住。啊，29号我就全搬下来了。然后其实下面的营地吧，就是苏铁寺边上的营地，还可以待一个月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就下来开始。事业为重是吧？就是事业为重。哎，那现在客人住满了吗？有一户客人。啊，有一户客人。12号、13号还有客人。啊，都还有客人。那他们都是通过什么预定的？都是网上阿哥达。嗯，或者是直接微信转账。直接微信来订的。啊，真不错。Facebook 还有谷歌地图，真不错。那你这样算是又恢复了啦，恢复经营了啦？不算，不算吧。不算，反正中国游客还没来的，是吧？有中国游客。也有了吗？有。啊，也有了。现在就是中国游客。啊，现在中国游客。啊，然后可以。现在就是，哎，尝这个。我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这个，不吃这个，不好吃。不是中文，还是螃蟹味的。螃蟹味的。哎，它是泰国，你猜吧，中文里面是小包装。里边是哎，还是大闸蟹味儿的，它不是那种海螃蟹啊，大闸蟹味儿的，反正我也不吃。好，我参观一下啊，你这个地方，带着大伙儿参观一下。这两间房空的，你可以进去了。我不上去，我就下面看一下就行了。现在这个园子需要重新打理，但是我始终想去等打理的。就是这样单独的一栋一栋的巨树这儿，我当时来的时候。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上去以后就纯泰式的房子，因为都是柚木的嘛。我刚刚不是在说那个寺庙里那边都是柚木的啊，它这个木头，然后它下面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活动空间，啊，就这两层都是属于一家的，你住进来以后下边就可以吊床啊什么的呀，都 OK。啊，这一家现在是有人在住，有客人在入住。哎呀，看到巨叔这样子慢慢慢慢的，哎，客栈又开始恢复起来了啊，感觉真的也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巨叔这儿坐了一下午，4点钟了，他们也没打电话让我来拿车。哎，我们自己走过去看看吧。泰国人办事就是磨蹭，你说换个刹车片，
换个刹车片，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立等可取啊，对吧？我就旁边看着它是几个千斤顶一顶，咣滋咣滋一换，是吧？半来个小时就解决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磨蹭，10点多就把车放进去了，啊，5-6个小时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的车哪儿去了？我没看到啊。他们不知道弄哪儿去换那个了，换刹车片，他刹车片还不在这儿换。行了，里边去坐会儿，问问他们工作人员吧。OK， 来，哦，在洗车了，他们还帮我洗个车呢。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好，买单买单。他来看，洗盘。贝斯松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嗯，800块钱啊 ，discount 还给我打折了，还给我打折了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4000多株相当于800块钱啊，嗯，走吧，走，我们走，好了，那我们走了。线在你车上吗？什么线？大线。大线，哎，在车上，给你吧，我没用了。没用，没用，我拿了。我没用了。我跑过去，我车啥时候用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车还给我洗好了，哎呦，好！我今天本来打算去 DIY 吧，买点小东西，就是买那个整理箱之类的放车上，结果没找到 DIY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可以买那种东西。买啥呀？擦这。我丢了。啊，你帮我丢，谢谢。他就在这儿就行，我去丢。我想买那种东西。来拿一下快递。Sean， S-E-A-N， 刚到的是不是 ？Sean 是吗？对 ，Sean。好。这个，徐浩 ，Sean。Hello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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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！我来拿一下。对，我知道。迫不及待了啊！本来等不到你们给我送过来了，我就直接先带回去了。对，因为这个昨天应该就来了，然后对他们曼谷那边发了网啊，行，谢谢，那我逛过去。好了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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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大概周日还要到货。好，太好了。我所有的这一个，就是中转快递啊，就是我们在国内淘宝上买了以后，然后就发到中国的中转站，我们都是用这个 TGO 的，特别的方便，真的特别的方便，不是说帮他们在做广告或者怎么着，因为我真的是自己一直在用这个东西，就反正现在可能慢一点吧，慢一点的话大概二十天的话就能到清迈了，所以我淘宝上买了，我就发到他们广东的那个仓库，然后就等到这儿，然后他们都可以送到我们家的家里来，特别好，就是时间稍微比那个淘宝慢了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们买淘宝的货也没问题。你看他们 TGO 的车啊什么的，这个真的是在清迈做的真的算不错的，因为有很多的这种转运公司都得到仓库自己提货，他们是可以送货上门的。我是因为真的太急了，现在已经下午4点半了。我的这个是我现在在拍的这个摄像头下边的这个支架啊，我因为没有这个支架我用起来不方便，所以我急急忙忙的就先来拿了。行了，我们走。好了，车子也弄好，什么都弄好，然后跟巨叔约，巨叔也没时间啊，小胖有时间对吧，我们又来这里吃日料了啊，吃完日料，然后全泰国最闲的人，这种全泰国最闲的人啊，对，我们吃完日料以后，然后就要把小胖送到机场，他又要去普吉了，他还真的是闲的每天就在天上飞，是吧？啊，去曼谷是吧？啊，他去曼谷。